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我们家的粉丝铁粉们。今天有没有攻虾米啊？看你们的呼声啊，看你们的呼声啊。如果要是呼声特别高的话，就让若曦唱攻虾米，好不好？欢迎凤冠，欢迎大家。家人们，我们赞赞不要停哦！谢谢亚瑟王，感谢你的小心心。下面我们赞赞不要停啊！我们点到30000，开始本场演出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对我们丧心病狂的点赞点起来！晚上好。谢谢吴晨，感谢你的小星星。点赞了，家人们，30000赞开始今天本场的演出。这个耳环好看是吗？谢谢大家。每天准时守候。谢谢宝贝。欢迎我们领域哥，欢迎大家。每天准时晚上9点钟啊，准时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有没有直播，是不是啊？开场曲暖暖场，他唱哪首歌能暖暖场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哪首歌比较适合我们暖场？我今天头发好像没有定好心，总会往一边偏。欢迎大家，安安睡。感谢吴晨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嗯，现在美人鱼游上来了，我是蹦上来的。我先念两首歌，我跟佳奈的歌给大家先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念两首我跟佳奈的歌，大家先听一听啊，让佳奈先伴奏两首，然后之后我们再唱我个人的歌，比如说《红颜知己》啊，我可以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给大家唱啊。没声音了，没有吧？有声音吧？有，一切正常 ，OK。骗人！那别吓我们啊，我们这刚刚稳定直播几天啊，你们都喜欢一路向北啊，一路向北，加代就要下场啊。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谢谢我们微尘哥。想听约定啊，约定真的算是一个我们俩比较长人的歌，是不是？再回首，再回首，人世间约定。那这样子家人们，我们先准备一下再回首啊，不管再回首还是人世间都需要加带啊，都需要加带，准备一下他的麦克。防止我衣服走光，你们看我这个肩带给我勒的都出印儿了，真的我怕它掉下去，然后我们就是勒的我都开始出坑了呀，上我衣服就要掉了，给我吓的，然后之后我这次生怕它掉啊。一路向北 ，OK， 没问题啊，一点问题没有啊。我们自己独唱就给大家唱啊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先唱《再回首》啊，让佳佳先准备一下我们《再回首》的钢琴部的伴奏啊，让我们稍后机会准备一下。再回首。这段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情也不会再有，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
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不由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唯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谢谢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再回首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再一次感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也谢谢我们喵喵，感谢喵喵，感谢吴晨哥，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飞龙，谢谢安瑶，晚上好安瑶，感谢毛绒，谢谢老四，谢谢琳琳，感谢渔民，谢谢老四，欢迎大家，感谢中国人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也不要停，现在是170,000的赞赞，我们冲击一下300,000的赞赞好不好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我们的关注也要点起来啊，若曦的关注点起来，瞄准一下若曦红色的关注，然后再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继续点赞，我们的200,000赞，我们唱下一首歌曲啊，大家今天前三首定了我们的人世间啊，还有再回首，还有我们的约定啊，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下这个再回首啊，我们下首歌给大家唱人世间，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继续点点赞，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。那我们个人独唱今天是先唱我们的一路向北啊，以及我们的红颜知己啊，我的个人的歌曲。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先加进去我们的彼岸花开，人间烟火啊，都可以给大家经验唱。从你的世界路过，佳奶的关注也点起来，佳的关注在我的主页当中啊，大家可以点他点点关注。对，谢谢大家给我点关注，欢迎悠悠，欢迎大家，感谢大家点赞，谢谢我哥的人气票。彼岸花开好听是吗？给你们换新歌啊，那么佳奶啊，准备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梦醒时分。梦醒时分，我记得我本来想给大家唱，然后这首歌我找了一下伴奏，然后这个伴奏呢非常的杂，要降六个调才是我的调，后来我就放弃了，我干脆就放弃了。吴晨哥一直帮我们说点点关注点点关注，谢谢我吴晨哥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23.8万24万赞了啊，家人们我们继续点点赞啊。
那我们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啊，我们的《人世间》，把佳佳的声音调大一点点啊，佳佳的声音比较好听，我们给她声音调大一点点。那我们稍后就会准备一下我们的《人世间》送给大家。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，命运的站台，悲欢离合都是刹那，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不融化，时间的苦啊，还有离散与遥想，时间的天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，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放烟火，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她把儿时慢慢讲，也祝你不枉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，若年华终将被中火法，有多少变化，太阳都会升起落下，平凡的我们一身雨雪风霜，不问去哪，虽四季枯荣，依然迎风歌唱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她把儿时慢慢讲，也祝你不枉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，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，在这片土壤稳固生长。谢谢，非常好听的一首《人世间》啊，送给我们直播的朋友。今天怎么还是流量这么低？我们最近的流量都比较低啊，超好听，谢谢我们的丫头啊，谢谢。啊，我们感谢一下我们所有帮我们点赞啊，帮我们送出小星星、送出礼物的朋友。感谢喵喵，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天涯，感谢703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欢迎梧桐。感谢青山绿水，感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梧桐应该是三个号，他要同时升级到12级。嗯，他要同时升级到12级的话，他是有三个专辑。加油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嗯，如果你真的都升到12级的话，我就给你三个专辑，好不好？而且三个东西都一样的，也没什么意思啊。他可能一个想放车里，一个想放在家里，一个想放在厕所，然后后来发现13首歌全都背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洗澡的时候听。虾米说他答应了给我一个，
么还带云的呀，家人们？哦，是帮虾米要的，感谢我们哥。椰子小弟，人间烟火，一路向北，人间烟火，红颜知己是我自己的歌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呢是有请佳代，我们唱一首我们的约定啊，我们点击到400,000赞，唱约定好吗，家人们？点赞啦，家人们！点赞哦，400,000赞唱下一首歌。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还依旧是中午和晚上两场演出，中午也是一个半小时，晚上也是一个半小时啊。因为太多了，我们俩有的时候播到11点，就不知不觉播到11点，真的不知不觉，然后回家嗓子就哑，然后高音都唱不上去了，就这样子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唱过无情的情书了，因为我的高音的那个假音没有声音，那个太高了。我想恢复恢复嗓子，能够唱无情的情书啊，炫炫技啊，家人们。马上到400,000了，张大爷准备一下，明霞老师也准备一下啊，我们的约定啊，先唱给大家听一下，看人数能不能再往上多一点呢。OK, 400,000了。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的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，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这一首好听的约定送给大家，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感谢上我们礼物的榜单，谢谢我们回收姐姐，谢谢小小鸟，感谢我哥，谢谢飞马，谢谢妙妙，感谢回收姐姐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感谢大家。一首非常好听的约定啊送给大家。那么接下来让大家再休息一下，我们继续点赞好不好，大家想听个人独唱，刚刚大家点了3首歌，一个是人间烟火，
还有一个是一路向北，还有一个是红颜知己，是不是？你们想第一个听哪一首歌，家人们？这是你们刚才预约的歌啊，三首歌。想要先听一路向北吗？红颜知己，人间烟火。哇，一路向北多一些啊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音响老师，我们做一下我们的《人间烟火》和《红颜知己》，我们做一个屏蔽，好不好？嗯，《人间烟火》和《红颜知己》，我们做一个屏蔽，然后我们先优先演唱《一路向北》。嗯，对，现在是我的个人独唱时间，我大概唱两三首歌。嗯，唱多了我也嗓子疼，我要休息，我要休息，要不然我就要罢工了，家人们。然后我们想点歌的朋友，大家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，我们加一下我们的黄色的灯牌啊，我们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，好不好？嗯，一路向北会累吗？还好，一路向北还好。无情的情书比较累，然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，这些歌都比较累。嗯，这种都是相对张力比较大、比较累的歌。其实还有那个小小的太阳，这些歌都很累。嗯，大家点的三首歌都不是很累啊，太好听了。来吧，那我们先准备一下，我们评比做完了吗？音响老师可以了吗？嗯 ，OK， 那我们先唱一下《一路向北》啊，嗯。带着疲惫，带着愧对，我的心一路向北。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，请你不要流下你的眼泪，留下距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向北。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留下距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向北。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你的礼物鱼。谢谢安阳，感谢健康人生，给我累完了，家人们。这首歌真的是
有点伤元气啊。其实 我想象中没有这么累，佳奈。是，感谢江医生，你又来给我治头发啦。谢谢703，谢谢守法公民，感谢青山绿水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。这首歌就是张力比较大，但是其实音调不是很高，就是张力很大，比较要那个那种共鸣感啊。但是确实上人哎。一路向北，我曾经录视频的时候，点赞率达到了40万的点赞，就这首歌。对，每首歌高点赞，原来是一路向北，现在的是迟来的爱和烟雨唱扬州。谢谢天涯，感谢你的多喝热水。谢谢，那我们多高啊？1.73米啊，1.73米。然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先点点关注啊。我们最近的后台推流比较低，以前我们一个小时是10万人，现在我们一个小时只推5万人不到。所以我们的在线达到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流量，可能是我前段时间我们的设备不是被攻击啊，然后我们的设备不是出了很大的差错嘛，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流量就掉了很多，然后每一次流量都非常低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所以说我们像后台抖音识别的推流就没有那么高，我们需要再给它养上去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俩唱一个半小时那样子我们就下，因为保证一个稍微高的流量我们下来，下一场可能会往前再冲一下。对，我前段时间生病了。宝贝，你不会登台的话，看到那个徐若曦的头像了吗？他旁边有一个关注两个字，我们点击一下那个红色的关注，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信息和一个 V，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黄色信息或者那个 V， 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。就可以有那个前面的灯牌了。然后我们那个灯牌呢，12级就可以领到若曦的 CD。送给大家，对，12级灯牌要送大家，免费送大家我的这个个人专辑，然后一年是大概是3本到4本，看看大家的呼声或者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，然后更新的多的话，然后我就去录一下，然后给大家做专辑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第一波好像是说是明天就能到了，然后我们让一桑老师催一下，到了之后呢，给大家发快递啊，根据大家的地址，第一波12级的粉丝就可以收到了。恭喜阿米没有啊，我没去录啊，我谁知道你们喜欢听啊？啊，他们要专辑里面有公虾米啊，那我要去录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听，大不了公虾米佛缘营，这都不知道你们喜欢听的歌，都没抱希望的那种，原来大家这么喜欢听，送 CD 12级或者是 VIP 包年也送，我们的 U 盘是一整年里面会大概放50首歌，给大家会放送一个 U 盘，这么多，对，就是这四个专辑里面 集中的这50首歌在这个 U 盘里，所以这 U 盘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录，这个 U 盘我说若曦就应该10首，一个 U 盘放10首歌的不够投资的，一个 U 盘好几十块钱，家人们，然后就放10首歌，小小买的 CD 也就20首歌呀， CD 是13首歌，到一年了，把这4个 CD 总结在一起给大家，但是也是要求可能是灯牌等级相对较高，比如说15级啊或者怎么样，他不可能12级到年底再送一下，明白你的意思吗？有点像我们以前集那个水浒卡，对，让你说的这么土啊，就是吃小浣熊干脆面的时候集那个水浒卡，对，集集这个卡啊，我们集多这个卡啊就会给大家了啊，然后我们红颜知己和人间会哪个赢了？太高了，1.73米高吗？我觉得1.73米刚刚好哎。我觉得女孩子1.65米到1.75米之间都挺好的。人间烟火赢了是吧？啊，我们唱唱人间烟火给大家啊。江南烟雨锁惆怅，听得乌篷轻摇桨，竟不知所伤，我船摇鼓声声唱，几曲断人肠，谁家墙头有梅自芬芳，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几人在寻我，从此孤独荒，江南花已凋落，怎
还在斟酌，可以良辰无多，心思无人说。你撑着伞回头望，千年无异乡，问君青丝有几丈，能把风月凉。谁言杯酒醉他乡，红尘皆可忘。凭栏数尽孤帆，泪两行。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窝，从此孤独活。江南花已凋落，怎堪再斟酌，可怜良辰无多，青丝无人说。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窝，从此孤独活。江南花已凋落，怎堪再斟酌，可怜良辰无多，青丝无人说。可怜良辰无多，再难与人说。感谢神秘人哥哥，感谢你的鲈鱼，谢谢小小鸟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感谢大家。我烟机稍微不要开大，我今天烟机有点重新要定一个时。感谢元哥，谢谢春哥，谢谢大家。如果爱还在，这是一首歌吗？这个歌没有听过哦，下去要听一下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哦，我们现在是69万的赞赞，四弟，我们的所有将士们冲击一下80万的赞赞，感谢大家。这首歌叫做人间烟火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吧，听过。谢谢我们无聊，谢谢我们无聊，其实无聊哥哥还无聊姐姐，跟我们无聊姐是不是一个人啊？我们叫无聊的人太多了啊，叫无聊的玩家太多了，没听过啊。虾米，这首歌叫做人间烟火。哥哥想听加奈的人间烟火，那他唱完的时候就不是人间烟火了，是充满希望的人间。天天都在听啊，这首歌是我不怎么在直播间唱的，今天是大家想要我唱一些不经常唱的歌，才给大家唱了一下这首歌啊。这烟机会不会给人家熏坏？会咳嗽啊，会咳嗽。阿刀今天就不要打字了好吗，亲爱的们？阿刀是吧？人家也是要面子的好吗？这是我的不小回忆的一段历史，家人们不要再给他揪出来。有朋友点了九张机啊，九张机一会儿让加奈上来，我们一起给大家进行演唱啊。九张机是有加奈的，我们那个天使的翅膀好像是伴奏有两种，好像是啊，好像是有两种的伴奏。哎呀，南天哥来了，欢迎我们南天哥。晚上好，南天哥。家人们，不是我老弄头发，是因为我的耳朵眼比较小，然后这个耳机会往外吐，会往外吐，所以我要扶一下。我唱歌动态特别大，那个耳机就要掉出来，所以都要扶一下。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啊，别换换歌，我换了很多歌啊，今天唱了很多歌啊，我其实我都在换啊，只是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。因为我唱歌都是一个调调，你们觉得我没有换？真的，我换，其实加了很多的歌，都不是经常在直播间唱的，只是大家就因为我都是一个调调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觉得我没有换。感谢糖糖，谢谢糖糖，谢谢糖糖的玫瑰，都在场啊！点蛙雕是他的痛，你们真烦人。虾米，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啊！还有什么？
啊，我们回首姐姐说了，我们点歌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下，我们加一下我们的灯牌啊。这样子啊，我们要赶紧排序的歌先给大家唱了，我先把红颜知己唱完，然后有请加奈唱你们要听的九张机啊，包括你们点的这些什么牧羊曲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的歌，然后我们再唱我们的宫虾米好不好，宫虾米还有哎，我读上有什么你们刚才点了心墙，真的有人记得心墙，别提这个心墙了，音响老师没有把伴奏找到，今天又推了一天这个心墙，又推了一天啊，又推了一天这个心墙，来的时候还在问他，好吧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先把刚才跟大家完成的这个先给大家先唱一下好不好，当可以唱啊，我当时我跟佳奈合作的，然后我们75万赞好吗，现在是73.7万，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爱到最后还是分离，爱情的路口你选择了逃避，想左想右却不再继续，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到心碎爱到无力，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让你远去，忘了下次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爱到心碎爱到无力，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让你远去，忘了下次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谢谢。
谢谢蜜人哥哥的嘉年华语，谢谢。看到这个嘉年华就是充满了激动，嘉奈那个眼睛啊已经跳到屏幕里了，你们没有看到他是这样子，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的眼睛，非常欣慰的。不是嘉年华不嘉年华不重要，关键我喜欢粉色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明白，你可以为你喜欢的东西付出一切的想法。喜欢粉色，喜欢粉色啊，还你也喜欢蓝色啊？你哥送你的蓝色，你也很喜欢啊？对，喜欢蓝色，也喜欢黑金色。黑金色一般人没有啊。我们刚才有个哥哥是703用户703哥哥送了个比心啊，谢谢我们用户703哥哥，谢谢703哥哥，感谢小小鸟哥哥。对，这首歌叫《红颜知己》啊，掌人神曲。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会在说在直播间经常唱这首歌啊，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掌人，再加上嘉年华的指引啊，就会涨很多的人是吧？涨一千，真的？那可能嘉年华占了90%的功效。再听一首啊，再听一首就去工作了是吗？那么有请嘉奈来舞台上好不好？指使天阳哥点了我们的《纳西情歌》，你们还要想要听9张机哦？9张机我怕把直播间将近5000人唱掉啊！你们还要想听《天使的翅膀》，《天使翅膀》也有嘉奈，《天使翅膀》你不是列在歌单里面吗？你有几个版本？啊，对对，是可以，是啊，都可以，啊，那也够，8拍和16拍的问题。车子是中间是8拍还是中间是16拍的区别？你就说8拍也够了吗？对，它只是那个，它两种伴奏只是有8拍有16拍的区别而已，啊，这前后没有什么区别。关键是你这首歌，它不单是伴奏的问题，是你这个歌词。有没有歌词？现在是这个问题，没有歌词我怎么唱？有歌词是吧 ？OK， 它中间是8拍16拍都没有问题啊，这首歌没有什么问题。想要听《纳西情歌》，还有我们的《天使的翅膀》，还有当，这样子啊，我们把当和《纳西情歌》做个评比，大家投票一下好不好？娱乐一下，重点参与一下啊。纳西情歌还有我们的当，我们做一个评比，大家投投票，正好增加一下本场的付费人数啊，正好我们每一场的付费人数非常重要，影响下一场的这个推流。哎，我这个头发每天粘在我这个耳机的胶布上面，真的是啊，要捋一捋。让我们冲击一下100万赞啊，家人们，马上直播要1个小时的时间了，让我们看一下我的耳机啊，谢老师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评比一下，大家选择一下，看是唱当还是唱纳西情歌，我们投票就可以了啊，投票就可以了。对，选择一下，这属于新歌呀，这属于新歌，好像都挺平均的。我们进行投票啊，是在这个地方吗？导播老师，投票是在这里是吗？当和左上角是吧，家人们，我们投票。你看一下手机就知道了。我的手机上没有吗？没有投票吗？我的手机上没有，不知道大家显不显示。家人们，你们能看到投票吗？我的手机上没有。我看一下啊，你们手机上有没有？他家里是华为的手机，他说没有，没有投票，谁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？都有是吧？大家有啊，背景音乐，大家都有是吧？没有，大家有就行。家里有没有不重要，他头也不好使。然后我先上《天使的翅膀》，然后其他两首歌根据大家的投票顺序好吗？可能是版本问题，我最近有点不太显示这个东西。你们有就行。对，大家有就是可以了啊。来，我们先让嘉奈准备一下，嘉奈准备一下，我们《天使翅膀》这首歌也是在直播间没有大家经常唱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啊，很多的回忆在里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稍后机位准备一下，我们《天使的翅膀》送给大家，不是当哦，《天使的翅膀》。
也随风将要去远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。曾飞舞的声音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幸福的过往。还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。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无边的思量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。翅膀划过我无边的思量，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我去爱你。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，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谢谢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天使的翅膀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感谢一下礼物的榜单。谢谢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妙妙，感谢安阳，谢谢无聊哥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首歌又响起了，家人们，我比较喜欢慵懒的歌，就是可能我平时声音就是比较闹吧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声音，很喜欢若曦的这种声音。谢谢浪翻云，感谢你的星星点灯，可以让人静下来，是不是很适合晚上听，或者是在那种昏暗的灯光的什么地方那种约会还适合。嗯，你幸亏说清楚是约会，要不昏暗的灯光那些什么地方也会让我们直播间粉丝多想遐想，是吗？对，感谢我哥。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约个会吧，跟大家。那行，大家知道这首歌都觉得音色跟我很像，是不是？然后这首歌其实旋律我都差不多会了，但是没有伴奏，全网找不到伴奏。后面我才知道，原来苏曼的歌曲全网都找不到伴奏，所有什么五信啊、中国原创音乐网，包括所有地方都没有。然后我在找人做制作同款的伴奏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。就这首歌，美丽的情梦，哒哒哒，暧昧的美满。对，都以为我唱的是。我们家管理问我们家音响老师：“哎，若曦什么时候录的这首歌？”他以为是我发行的歌，我说不是，这首歌不是我唱的。夏奈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说是我唱的。
声线很像若曦啊，太像了是吧？这首歌不是我唱的，是一个歌手叫做苏曼。然后我们正在他们说做一个这样的伴奏很贵，然后之后我就说那也要做，就是为了音乐投资，这是必须要投资的啊。蔡琴的歌，我有唱蔡琴的歌吗？有啊。哪首歌是蔡琴老师的歌？你的眼神。我没唱过，在直播间。哦。哦，你记错人了，那是徐小凤。哦。对，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，我在直播间没有唱过，唱的是徐小凤的，《南屏晚钟》啊，《南屏晚钟》是徐小凤的吧，还是蔡琴的？我都懵了。徐小凤。徐小凤的是吧？嗯。还有《心恋》也是徐小凤的，对吧？嗯。对。今天好好看，只要我盘头发你们都说我好看，披头发都说我不好看，都不夸我，吝啬你们。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可惜要不你今天晚上请我去吃牛排吧。没有。歌有歌，直播间随便听。我们现在今年的宗旨是多点赚少点花，知道吗？整个公司的宗旨都是这样啊，我们尽量多点赚少点花，减少开支啊，多点收入啊，要不然我们马上就老了，够点呛能活到老了。我们先赚点养老的资金啊，家人。寂寞和爱像子弹而走散，是不是很像这声音声线？哎呀，等我啊，我等我学好给大家讲。我先把这个伴奏找到，其实我歌旋律很好学啊，就是这个伴奏，哎呀太难受了，待会有的好了，有的就赶快在直播间给大家唱了。嗯，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是当赢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让家里准备一下我们当啊，我们的钢琴部的伴奏啊，非常好听的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歌曲啊。佳奈，你要激动的快一点弹，让我有那种就是急山火势往前走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佳奈一定要那种氛围，你知道，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也需要我能遇到我的五阿哥。来吧，我们的三七位准备一下，我们的当送给大家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。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
般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谢谢，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当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捧场啊！原来从小的时候啊就喜欢看《还珠格格》，后来发现五阿哥不会为了，世界上没有五阿哥，五阿哥也不会为了我放弃皇位的。原来真的相信，家代，原来真的相信五阿哥会为了一个女孩子放弃皇位。后来发现，为什么《还珠格格》那么受人欢迎啊，那么多人喜欢看，就是因为他不可能。那你小的时候比我懂得多。我不懂，我也是大了才懂。我要小时候不是因为我相信五阿哥能为了我放弃皇位，我真的是，我能当面再结婚费劲吗？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层次，我就想的是、这个、层次层面，不是层次层面。我当时就想着五阿哥真贪玩，没事就往外跑。想太多了，不是早恋，我就想啊，真的是相信爱情，你知道吗？家人真的相信，就是真的会有一个男生为了你放弃什么继承家族的什么产业，又是皇位，又是哪迪拜王子，就是那种。后来发现，就是假象啊，就是假象。所以它可以流传这么多年，这么经典，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嘛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流传的爱情故事都是不太可能。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从粉里都裂开了，化成了蝴蝶，不太可能。凑合尔康嘛。尔康，你说他要不知道紫薇是格格，他能跟紫薇？你这个人好现实啊！我发现尔康现实，不是我现实。哎，不是尔康，如果尔康如果不知道紫薇是格格的话，他能喜欢紫薇吗？会呀、啊，我喜欢晴儿。之前紫薇是丫鬟的时候，他就喜欢。要说尔康年轻呢，要说，但是皇上也喜欢。皇上正常啊，皇上谁不喜欢呢？皇上就不挑他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了，因为晴儿的出身也很好啊，尔康都不要，所以说这不是他要尔康不要他啊？尔康不要他，尔康要的紫薇嘛，尔康不要晴儿，对，晴儿一直很单恋他，喜欢他嘛？对呀、啊，尔康不要晴儿，对呀、啊，我说晴儿的家出身也很好嘛。所以说什么呢，就是被还珠格格骗了啊、现实当中尔康应该是娶了晴儿啊、皇上依然还是会喜欢紫薇。你乱套了姐妹。不是，就是他不知道他是他女儿的时候不是喜欢他吗？他以为他是夏雨荷吗？你这么一看的时候，琼瑶阿姨从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女生其实更恋爱脑一些。你看啊，韩香喜欢了蒙丹，蒙蔽了双眼，对，我当时就不理解为什么会喜欢蒙丹。然后晴儿喜欢萧剑，这个我能理解啊，这个能理解啊，嗯嗯。但是出身还是不一样嘛。然后格格喜欢了尔康，一个侍卫。哎呀，反正咱俩怎么说呢？咱俩连柳青都遇不着，就别操心那个事儿了，真的，家人们，咱俩连小凳子、小桌子都够不着，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凳子、小桌子相当于现在也是红人呢，可不咋的啊！就是这都皇室的人，咱真的是啊。蓝天哥，你能不能不逗我？蓝天哥说什么？他要抱着我骑马，他说他要当那个尔康，我要当那个紫薇，是不是？唱东北闽南语歌啊，来，我们给一下佳代的镜头啊，我去换一下我的耳机音量啊，我喜欢容嬷嬷，哎呀，容嬷嬷是我小时候的阴影啊，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把想听的歌扣在公屏上啊，
小的时候喜欢谁啊？哦，说句实话，家人们，我看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我这几个男主角我一个都不喜欢。对，你喜欢小凳子和小桌子？我就看个热闹。他也不算男主角，他连男的都算不上。我就喜欢小燕子，我当时就看小燕子来着。那你离我远点吧，你怎么喜欢女的呢？就哎，我以前是赵薇的迷，她的 CD 呀、啊，还有那些歌呀、啊，我都小时候都疯狂唱。哎，我跟南天哥说让若曦休息一下，让佳代弹一首钢琴曲送给他。南天哥，你想听什么钢琴曲？龚虾米没唱的也会唱，感谢南天哥的大萝卜。哎呀，声音真的没谁了，真的是。谢谢南天哥。我要是玩家，我也愿意送你萝卜。也是真的激动啊！我是真喜欢看萝卜。南天哥说这个是给你钢琴曲的，钢琴曲的这个费用，对费用。嗯有没有觉得佳代长得特别像容嬷？谁说的？我刚评论过去，我看到我往上找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！我高低给他揪出来。他应该是为了再带调、带节奏，就是为了让你注意到他。对他好比就是上学的时候拽你辫的那个男生。幼稚，幼稚，幼稚！你哥都捂脸了，无语了，已经。幼稚。想要听哪个曲子啊，南天哥？嗯，好，我们弹完这钢琴曲给大家，像九张机啊，还有我们的龚虾米，嗯，我都看到了大家点的歌。以德服人，你我就没有办法忍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连我们家的灯牌你都没有，你还敢说我像容嬷嬷？那你说她像桂嬷嬷？那我不跟她一起吗？还是闺蜜？但是这。这不就是画地为友吗？那我是桂嬷嬷是吗？对呀、啊、哎呀，都是还是闺蜜可赢了，真的。嗯，画地为友一下，画地为友一下啊。太逗了你俩。想听什么？南天哥点了吗？南天哥说没点呢。你要大气，你要化敌为友嘛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我家灯牌，就是你俩闺蜜嘛，他一会儿他就给加了嘛，是不是？加不加？扎他。弹都行啊，那我弹哪个？弹 Star Sky 吗？还是别弹像下播了一样，激动一点的怎么样？那行，那就我记得南听哥喜欢听。克罗地亚的，他每次都点克罗地亚的。你确定你记得是南天哥？你别说错人了，这事还不不提。不能。就好比如果你处了个对象，克罗出埃及，克罗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南天哥克罗地亚你要记错了，就好比你处了个对象，你记得他不吃青椒，后来发现你记错人了。那也比我哥强啊！你哥咋的了？我哥忘记人家名字处了好多年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哥就出了好几年的对象，忘了人家叫啥了啊。这个你能不能跟好人比？你跟好人比一点啊，跟好人比一点啊。音响老师，你背景音乐别笑了。你音响老师每天沉浸在我们的直播当中，老放音乐，你知道吧？出了好多年女朋友，还要问我叫什么，忘记了。最关键是你也没记住，你俩笑死了。克罗地亚吧，那就克罗地亚吧，好不好？南天哥。给他弹克罗地亚吧，还是弹 Star Sky， 你们进啊。Star Sky 是那个疫情的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曲子啊。克罗地亚可以啊，那行，那我们准备一下克罗地亚吧，来。你哥太激动了，激动好几年没记住。星空可以吗？星空阿杜我们下播的时候给你弹好吧，作为下播的钢琴曲带给你，然后我们直接就下播了给你弹好吗？因为星空也很长时间没弹了。来，容嬷嬷弹琴吧，满屏都是容嬷嬷弹琴吧。让我们休息娱乐一下啊，我们弹一下钢琴曲给大家啊。准备一下我们的克罗地亚的谱子，大家要准备一下。欢迎我们浪翻云，谢谢浪翻云的礼花筒。若曦你歇会儿，一会儿到你。我行。行行行，
来，我们三号机位准备一下，我们克罗地亚啊，送给南丁哥。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啊，送我们南天哥。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你哥刚才送了你个三角钢琴。欢迎我们的国文哥，还有两个哥送礼物了，我忘记了，我将来感谢一下啊，因为我们在那个直播助手看不太清楚。嗯，谢谢我哥送给我的三角钢琴，谢谢无限哥，无限哥刚刚送我礼物了。对，欢迎我们无限哥。嗯，谢谢双鱼座，感谢双鱼座的礼物。他们说一场直播没唱几首歌，唱了很多歌了啊！我们一天要三个小时的直播啊，我们唱的歌曲已经很多了啊。谢谢谢谢，我们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主唱者的关注啊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赞赞也不要停哦，冲击一下120万的赞赞。蓝一哥说，这个叫克罗地亚萝卜，弹钢琴的是叫做容嬷嬷。谁说的？蓝一哥，你完蛋了，你在整个直播间又火了。我要拿我的小本本记上，都给你们记上，有什么用啊，人家一个抖音一号你就原谅他了。那倒是，是吧，好像是能消点气吧。这个现实的女人啊，这个什么是萝卜，姐姐我爆料的。哎呀，
刚才那个背景音乐叫什么？叫苏曼啊，苏曼的暧昧啊，大家可以喜欢听的话可以搜索一下。嗯，谢谢大家点赞，对我们冲击一下120万的赞赞，谢谢大家，记在死亡笔记上。你太幼稚了，一看就是我这个年代的人。全画画，聊天聊天，对我们一般唱唱歌都会聊聊天啊，要不然嗓子太痒了、啊，我们撑不住，每天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的直播啊。嗯，欢迎自己已经唱过了啊，宝贝。大家也没感谢我，阿杜，是吧？感谢一下阿杜啊，不要忘记了、啊。嗯，谢谢阿杜，没有看到。因为我们对我们没有感谢的礼物，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，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读啊，跟大家送的礼物的大小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嗯，倒回20年，我娶佳代。20年？不用，你现在也行，哥。好久。现在不也自己一个人待着吗？不用倒退20年，这个跟喜欢大萝卜对，嗯，就喜欢大萝卜。无聊哥想表达的事情可能是他现在有主了，不是说你不行啊。倒退20年，可能他就说单身，是不是啊？思念成沙，我们也是今天这两天经常唱啊。大家想要听九张机，那我们让佳代伴奏，我们唱一下九张机啊。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唱《公虾米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那个《纳西情歌》啊。我们这时间，那我们节约时间，给大家多唱点歌好吗？我们就冲击一下赞赞啊，冲击一下120万赞赞，嗯。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三号机位啊，我们的九张机送给大家。光阴如梭，一梭采去一梭去，青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。织一段锦绣纹饰，比眼里双指难寄托这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私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，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私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，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尽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，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谢谢一首非常好听的九张机送给大家，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谢谢我们无限钢，
谢谢我南天刚，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无限哥，感谢绵残花影雪，这样你可以读的，你再多几个伴儿，你再多多几个伴儿，我的天哪，一个名字都蹦了五个字，我的天！感谢跟空气撒个娇，谢谢谢谢哥，感谢无聊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哇，这个名字真的很要嘴啊！这首歌叫《九张机》，有听过吗？你们应该在中国好声音这些比赛当中应该有听过这首歌吧？对，我听过。我最近的流量就很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最近可能前段时间我们的设备总坏，然后后台默认就不推流了。之前我们的流量后台可能还推送啊，可能就是不怎么推流了。若曦会问温岚的歌？会，这也太偏了。有夏天的风很有名的。我不会呀，我这嗓子怎么疯啊？你确实这个歌我确实听过，但是我的嗓子我疯不起来，我这不是夏天的风，我是冬天的雪。你这么冰雪聪明就不能简化一下吗？大懒猫，这歌不是大懒猫吗？绵残花影，你一顿读前面，大懒猫每天都来啊。大懒猫，我的手机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只显示你前面这几个字，没有大懒猫。我想说是哪来的新来的一个我们家玩家，不是大懒猫，一讲话我发现是大懒猫，因为他场场都来，但是我的手机没有大懒猫。若曦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觉得手机也是工作道具的一部分哈。明天我给你买一个 iPad 好不好？ iPad 呀，明天感觉黑化肥。iPad 呀。iPad 也行吧。哎，他们说想要听我们的这个纳西情歌，是不是？纳西情歌，那我们唱上纳西情歌吧，好吧，唱上纳西情歌，然后我们就这么热闹的下播吗？那他们还叫龚虾米还没唱呢，一直在排队，每一场都要排队啊，每一场这个都在排队。让佳代准备一个温岚的，哎，我们让佳代回去学一下温岚的《夏天的风》给你唱好不好？南天哥，怎么样？千呼万唤始出来。谢谢我我爱的人，欢迎我爱的人，也是每天都来看我啊。那太好了，你喜欢温岚的歌啊？温岚的歌那个曲风，还有梁静茹的歌。佳代最近在学一首歌，叫做《知足》。应该这两天就给大家唱了。天天哼哼，在天天在那个在拿那个手机哼哼。哇，谢谢我爱的人，谢谢你的环球旅行车，谢谢大家。你们两个合唱流量就会大，那我们试试我们的纳西情歌。谢谢我们神秘人5312，谢谢你的真爱永恒，谢谢你的戒指，也是我阿杜啊，谢谢。来吧，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张校长啊，来一首歌好吧，我看一下他的耳机啊。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感谢阿杜，我电量都足。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纳西情歌啊，送给大家，谢谢掌上明珠。轻轻一江水会让你沉醉，悠悠古道记录着千年的秀美，大石桥上来相会，玉龙雪山倒映在哥哥的心扉。苏堤坝酒香会让你陶醉，我把街上的阿丽丽我会挑给谁，哥哥的心窝，那些姑娘爱唱歌，唱歌的
声压尽了哥哥的心烦。谢谢一首好听的戏情歌送给大家，感谢阿杜、谢谢你的掌上明珠、谢谢我哥送给我的大萝卜，萝卜萝卜大萝卜，对，谢谢严峰，感谢你的荧光棒，洛西列扭不动了，扭能扭得动啊，只是我那个加在主唱的高音的部分我声音很虚，对，我不是没有声音，他们说洛西没有声音，我不是没有声音，我是被他掩盖住了，对，我只能到他的伴唱，然后包括结束我也只能是低八度唱，我唱不上去，家人们我怎么可能有声音，我声音这么低，我这么那么高的声音，你让我带领着家带去唱，那怎么可能啊就像我低音的时候唱那个也跟没声一样，也跟没有声音一样，低音没有声音，对，只有家带单独唱一句出来，哦，是家带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合唱的部分你们也感觉像他没有他声音一样，就他的低音和我的高音都是没有声音的，我们俩都是没有声音的，都是很虚很虚的啊，对，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也都是低八度唱的，我唱不上去，很多的我们的美声歌曲我都是唱的第八度的啊，包括秋水长天啊，包括大家听的什么很多的歌啊，我们春天的芭蕾我都是第八度唱，对对，因为他声种是女低音嘛，我太高的那个没有声音，就是虚的，只是有一个隐隐约的这个像伴唱一样的那种感觉，不能当个主旋律去走，合唱人气高一点啊，再唱一首太好听了，我也虚，我根本唱不上去，你是身体虚，南天哥，你不是嗓子虚你是身体虚，你唱不上去，你过来跟我唱几节课，上几节课你马上就唱上去了、不是，那个是气虚，不是身体虚、对，我想说的是那个就是身体虚嘛，这叫什么虚，就是气虚，就是唱歌中气不足，对啊，那是气虚，不是身体，那是气虚，不是身体虚。那南天哥虚不虚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我想表达的就是那个气虚的意思。南天哥，我帮你说话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你不能说南天哥身体虚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知道，这个南天哥。这个就得你自己去努力了，这个对人家称此叫做底气不足，哎，对，他说你有文化，佳代家人没有文化打的啊哦，不是身体虚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，对，我不是肾虚，我本来该就是身体虚，所以你不用再解释了Sorry， 我没有讲明白这句话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表达的就是气虚的意思。别说了，说不明白了，我虚，家人们，我虚，好不好？我叫徐若虚，以后叫啊。还要听两个人的歌啊？两个人想要听什么歌，家人们？还要加带去救场。他说的对我觉得南天哥那边你就是看着我们俩直播，就是你说谁虚呢，我才不虚哎呦我去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拿着我俩的手机应该是啊，唱你的样子，我们阿杜点了你的样子啊，你的样子每一次唱官方就提示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是哪句歌词违规还是怎么样，然后我们经常唱，就有的时候会显示限流，有的时候，后来我品了一下那个歌词，好像有两句话确实是有点会让人误会。哪句啊？
提着。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早写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早写了，不是早写了。但是一唱就是早写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然后可能官方就把我识别为禁曲，你知道吧？就欠我留。你知道每次都是一唱这首歌，后台就给我提示你演唱违禁歌曲，然后我们就各种 battle， 然后我就品了一下那个歌词，你知道是早写了，然后但是由于那个调调是往下走的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眼睛疼。我们试一下好不好？我如果再被封了，我们就以后不唱这首歌了，好吗？对，我只有这一个点容易吧，容易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居然我秒懂了，大懒猫。对，其实我就是正常唱歌啊，然后我就想说这首歌为什么会被禁，然后就想说其实挺正常的，然后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啊，就只有这一点会误会，但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一点啊，但只有这一点就是会误会啊。我们听一下看会不会有误会。行不行？然后佳代准备一下啊，我们你的样子是在钢琴那里唱吗？是吧？嗯，没关系，我们正常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一切正常唱的，我们就是原唱，就是原唱的歌词它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去唱的，都没事情啊。最近是被针对我还是怎么样？就是这点误会，对，就是可能就是这点误会，我试一下啊。如果今天没关系就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试一下你的样子。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身影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，诉说一点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预言，早写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是造物的恩宠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，诉说一点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预言，早写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
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感谢朗朗乾坤哥哥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感谢山山上人上山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名字，谢谢哥哥的礼物，感谢蝶梦，谢谢国文哥，感谢飞龙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感谢大家。哎天哪，这个名字真的是太练习我的舌头了。感谢朗朗乾坤，谢谢你的星辰。这首歌把我唱困了， 这首歌我觉得还好吧，不是很慢，差一点笑场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这一点，这个我这个职业素养还是有的。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呢？我们扣在公屏上。谢谢阿杜，感谢你的掌上明珠，谢谢阿杜。感谢朗朗乾坤，感谢修身齐家哥哥，谢谢你的热气球，感谢大家的礼物。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哦，我们马上要凑一下150万的赞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上老师看一下有没有警告，这首歌今天没有警告。感谢老子数到三，谢谢你的千纸鹤。那么现在是已经是10:40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基本上是最后一首歌了啊，我们这样节约一下我们的时间啊，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唱一首我们的《公虾米》给大家啊，我们这场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多唱的话，我们要多唱4-5首歌，然后嗓子就会哑了，怕啊，明天11点还要正常直播了。感谢双鱼座哥哥，谢谢我们双鱼座啊，所以我们尽量的不去太重复唱歌，大家就是只要喜欢，然后我们这一场唱过了，我们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不重复唱，这样会有很多新歌给大家，要不然每天就会觉得就是重复这些歌啊。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啊，我们的公虾米啊，非常非常开心啊。然后他们说想要听家带的星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唱个公虾米，我们的歌曲就唱到这里了，好吗？虾米，我亲亲，天天爱在你。虾米，我亲亲，我在在心。虾米，你爱我，层层慢慢你。虾米，你我未来本心。来的是怀念你，静静火里慢慢去，晚来的是犯罪不羁，把丢莫得随你去。虾米，你爱我，层层慢慢你。讲虾米，你应我，未来。
丢我的嘴里。谢谢，一首非常好听的爱情骗子我问你送给大家，谢谢我们无限哥，也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的支持，皮肤是真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音源，谢谢阿杜一直在等我们的这个星空啊，是不是等我们的星空，那我们星空呢作为我们的下播的钢琴曲送给大家啊，也谢谢我们所有铁粉的支持，我们今天也是到了150万赞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，我们最近流量不高，然后大家每天中午晚上都帮我们点赞，小小哥每天过来都来支持我们，对，听你的歌都要睡着了，我的声音就是比较催眠，它比较低嘛，就听着比较催眠，今天人气还可以啊，是不是有我们很多的哥哥姐姐帮我们用礼物啊，然后帮我们有很多的铁粉帮我们点赞，都有很多的原因啊，这个今天流量稍微好一点点啊，要不好的时候大概就是2-3千人的时候比较多啊，好一点就是3-4千人比较多，嗯，明天中午有一个官方轮麦活动，是11点多，我记得还是12点多，哎，12点多，好像是12:15到12:30吧，好像，点的手都痛了。你可以买个点赞神器，小鸟哥哥，你可以买个点赞神器啊，人气会慢慢恢复的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只要大家喜欢我的朋友都在就可以了啊。嗯，是被限流了，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设备总坏，然后一直没有稳定的播，播一播就坏，播一播就坏。然后可能这个后台的推送就降了很多的权限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再慢慢养回来。嗯，儿子不睡觉，听到你听你的歌，听一听就听听歌就睡着了是吧？对，只轮麦啊，就是看大家的凝聚力，一个点赞，一个我们的礼物啊，没有这个投票，应该是没有投票的啊，应该没有投票的。嗯，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活动，谢谢我们飞龙哥，嗯，晚安飞龙哥。那么最后一首钢琴曲啊，送给大家。
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直播的朋友对热心的佳代的支持。那么明天我们依然是中午的11点钟啊，在直播间不见不散。这首曲子叫做《星空》，Star Sky 是 Star Sky 哦。那我们阿杜喜欢的话，明天给你弹 Star Sky 好不好？这首歌是真正的星空。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我们明天见，家人们。